你是猪啊？因为你从来都没有说你喜欢我啊。那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！我都说过我喜欢你，说一下你喜欢我会怎么样？我喜欢你。你刚才讲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已经说了，是你自己没有听到。你再讲一次会怎么样？你那么小心干嘛？我喜欢你。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。男孩女孩要说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啊，在街头上表演一个小段落。那么今天请到吴嘉义了，我们在现场也要玩一下这个，你愿意吗？可以试一下。你应该说还好吧。既然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也考验一下我们这个五个孩子们的表现能力啊，依次做来看看谁更好一些。来，谁先来啊？姐夫先来。姐夫来。姐夫有经验。姐夫有经验。姐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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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夫是过来人了。小英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好，都安静，不要捣乱。嗯，预备开始。你是猪啊？说一句喜欢我会死吗？那很重要吗？当然了，我跟你讲过多少次，你跟我讲一下会死吗？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但是我有媳妇了。第二个是郭麒麟，原配，一定要演得很真实啊。你是猪啊。完了。这个儿子说好了，这是交朋友，这不是挑衅，不是过去。你是猪啊，转身走不行啊。来来来，好歹得说两句啊。而且人家的原作最后还有拥抱呢啊。来啊哈，我们可以跳过，跳直接拥抱。不可以了，演戏，预备 action。 你还是猪啊。我你难道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吗？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不知道？我你没有看出来吗？我真的喜欢你啊。也再说了，我说这么多回，你一回也没有对我说过呀。是很重要吗？有不掉块肉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啊，你是猪啊。就因为你说我是猪，所以我也是猪，你也是猪，大家才能够走在一起啊。这话说得太好了。那得的那咱就其他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了，那就拥抱一下吧。好啊。好，好，谢谢嘉义。来，烧饼。你是猪啊。你知不知道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难道你就不能跟我说一遍吗？说你是猪吗？你真的不知道我喜欢你吗？不知道。我现在对你认真的说一遍，吴嘉义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对我说一遍能死吗？我喜欢你。他终于说了，他终于说了，他终于说了。铁匠，铁匠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坏了，疯了一个。他说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小色。小四，快来！这他得吃药了，你来吧。是我忘报了，可我来不及了哈。啊，你太入戏了啊！来，四猪，预备开始。你是哎呀，还来个结巴。你是猪吗？我啊的词儿，再来。你我是猪。你我喜欢你。报啊！
说就可以了，你走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好，你的时间到了啊，大脑袋。你是，你怎么能是猪呢？我都说了我不爱你，为什么还要爱我？谁让我心眼好呢？报一下完了。